东西它不是一个让观众高兴的一个展览，甚至说也不是让观众一个他看完以后愉悦的展览，像看一个黑电影。那么这个东西并不直接面向大众的东西，那么它的意义在于说，艺术它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在大众文化之前这个共享的东西。我们如果说来到了观察社会的话，我们肯定要观察一个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通常是在发生在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这种矛盾跟社会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往往是最核心最激烈的。艺术在很大程度来讲是一种试错，大部分时间是，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失败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效率，没有成果，评估没法评，就是你在一个进行中的事情没法评估，尤其是没有办法进行自我评估。我只是说我要做的话，就是不断的审视这个东西，这样做意义在哪，可能性在哪，反而更多是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提问更多的是。其实我的眼里很少有公众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公众太抽象了。一个观众是不可能理解当代艺术的，只有他成为当代艺术家的时候才能理解，他才能理解当代艺术。但是要有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和一种艺术问题意识的艺术的自觉意识，他就成为艺术家。我们主动会对这个世界的发问，这个就是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你成为当代艺术家了。其实艺术历来应该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艺术最终的艺术都要向世界发问的，这才是我们。